您痛哪一个点？就这点，您一摸这儿有一条筋，我只要是啊，没关系，啊，痛这里是吗？啊，就这儿。这里是吗？就这儿，这儿有一条筋，只要我一跪就疼。好，这里嘛，好长时间了，对。好，这里。嗯。好，那我说屁股管理到哪里呢？来，您腿伸上来好了，您这样坐着啊，伸。这么着行。好，他管你的臀部一路管哈，这里大腿还有膝盖后面、前面，他都是他管的。那除了这个小腿肚不是，那小腿的侧面、前沿这里也是他管的，还有这里足跟腱也是他管的，还有脚踝扭伤竟然也是他管的。而且他管你到哪里？管你到这一圈，也就是我这样一圈下来到这里都是屁股管的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这一圈包括这一圈哦。所以你当你脚踝说这里痛，这一点痛要揉哪里？屁股。屁股啊，也是在屁股。所以你看这个开关竟然管理到腹股沟痛，还有大腿痛，还有一路这样下来到这里。那这个如果从经络学，你们想可能吗？一条筋管这么多，经络学不可能，因为三阴三阳哦，它一条就全部包括，而且还蛮长的，整个下来它全部都管到哦。这个所以我说研究屁股真的是，我越想哦，屁股真的是万病之源，很难看穿它那么厉害，而且最后里面还暗藏一个开关，我又中计了，六年竟然没发现哦，所以确实是一个大开关。那你现在这一个点，好，好，其实我不用摸啦，因为哦，只要不是髌骨痛，来，这您坐正中央，让大家看髌骨，来，因为。这里叫做髌骨，对不对？这里这个如果是这个骨头痛，只有这一个患者跟你明确的讲这个痛，那你才要按这两条。所以这里痛的患者非常少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点当作参考点，不叫原始点，因为两条才管理一个点，那很显然跟原始点的意义不一样。原始点就是一个开关，管理很多疾病。跟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观念也不一样。以往我们是一个手腕痛，你去外面扎针会扎很多针，就是很多针管理一个病。我们现在已经刚好相反，是一个一处管理很多病，而且甚至是立体的，它不是被12条经络绑住的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已经不要再，所以我一直觉得研究这个尽量不要用经络学来涵盖，你用经络学，它常常是已经超出经络学的范围。一条管理整个立体型的，而且是这样整条下来，完全这样贯穿的，哦，那所以臀部，我是觉得它的管这个绝对是一个最大的开关，在四肢里面算是最大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你这样痛多久了？我这个疼是它只要是一碰它就疼，一 碰现在碰也在疼，疼好，对，那您碰这个是不是24小时？不是，我最怕的就是他一直去碰它。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一直碰，那碰久了会变怎么样？组织受损，也就是他如果不断的每天还在按哦，那我就惨了。为什么？有些像指头痛，孩子啊，来一个礼拜还在肿，我就都知道答案了。我说你是不是推他？他说对啊，我就用药一直擦，他不知道怎么越来越大，呵呵，哦，那就是揉到组织受损了。那这时候你按揉这里有没有效？有效，但那个肿不会立即消，而且还会感觉痛痛，就是有些人已经把自己的组织揉到受损了，哦，所以哪里痛哪里就不能按。好，趴着。好，那我们揉臀部哦，手法会教到，就是原则上就是站到对侧来。那一般揉法这个三分之一处，那它的是呈 V 字形，所以我们揉法是沿着 V 字形下来。好，这一点疼吗？我怎么觉得那么疼啊？这里，那他老觉得这么疼，这个就是他原来受伤的地方，这个才是反射痛，这样大家懂吗？所以我其实还没出力，我还真的，因为我身上还没有靠过去，这一招才厉害。所以
这个力量就大，我刚刚还没有实力，他就怎么那么疼啊？所以我只好就放过他一马，我就轻轻推吧。所以我很轻哦，我这个身上都没有靠哦，所以他的反应跟我用力的比例不成比例啊。这样就很疼了，是吧？真的、哦，我还没有游进去耶，哇，那真的连表层都痛，这个也痛吗？对，是哦，哦，那这个只有用手的力量，还没有用泰山压顶这一招，嗯，这里呢，这里就不疼了哈、哦。啊，你看哦，整条屁股揉下来，真正影响他膝盖的就上面这两个点，下面这一段没有痛点。所以我们处理他的膝盖已经有答案，就是这一段就好了，不用全部揉，这样简单吧、哦、所以越来越答案越清楚。好，那我们就揉前面就好。那你忍一下吧、哦、手不要来、哦、这一点也疼吗？对不对？疼死了。我其实还没有用很大力，但是还是要稍微深一点，这里就不疼了嘛、哦、不疼了，很确定。好，那就是这两点，我再重复揉一次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哎哎，趴着，你怎么样？疼了想回家了。现在来再来就是享受啊，你这样没有享受就回去会后悔的、啊。这样舒服吗？哦，哦，是啊，所以不要急着回家。这个舒缓一定要做，因为刚刚揉到深层的筋，它肌肉会痛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舒缓它表层肌肉的痛，这样可以吗？放松，放松，好、哦，尽量放松。好，您再看看您那个，应该，哦，好多了，回归了，哎呦，好多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好多了哈、嗯，是。这儿是有一个筋，它，我觉得我原来以为它长错了呢，长错了，应该是想错了。那代表的这个他的痛点只有一小段，那他这么长都还在痛，就是一直他以为痛的就是要处理，那这个显然不是。我们现在也知道屁股刚好只有一点点而已啊，反射痛那就解决。